销售方式，我觉得不适合 Little Girl。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你什么都不懂，你到底什么脑袋啊？我不想让他觉得 Little Girl 很 cheap 很廉价的感觉，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很廉价很 cheap？ 你脑袋在装什么？人家的 MV 要跟韦静拍，我不要跟小赖。我就说你跟他不适合，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呢？哪里不适合？你们说啊！我觉得这个 MV 真的不适合跟韦静。人家跟他很适合，他的脚那么臭，我的头很臭，我们这样子一个地一个天，不是刚刚好吗？哪有错在夫妇得正的啦？我们不希望你的 MV 变得很廉价、很 cheap 感觉，你知道吗？人家不管，韦静好了，找他了。你为什么那么坚持？你们自己说我要找人家来演一棵树，是不是韦静比较适合？他确实比较像。好了，那好了，不用吵了。台中天气真的太好了。对，在他们创业的那些鸟市里面呢，他们就是有在这个超美的公园、很美的雕塑旁边大吵一架。所以我们刚刚呢也是大吵一架，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吵架，适合吵架。今天为了小赖吵不值得，对，不值得。然后这次呢，我们会去采很多点，有美咖啡厅啊，因为今天很多漂亮的场景都是在台中取景。我们今天三个就是要来带大家去采点。这是好有趣，我们先讨论谁要什么角色。我就是我先选一个。为什么？你要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跟我长得蛮像的嘛。那你要先绑两个在上面。我比较适合演那个小朋友。好，那我演这个好了。我现在演那个，因为刚好跟我今天衣服很像。对，我也是，因为我脚那张比较嗨。好，这也是这样。你要裸体，你要裸上身。特别的雕塑之外，它竟然还设有跑酷练习场。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测大家的体能感觉，怎么样？两位感觉如何？我会直接弃赛。我要弃赛。没有没有，因为普星他由于身高的问题，他可能抓不到上面那个。对，你可以踩旁边那个，有没有电影很酷的那种？示范示范。跑酷就是要爽爽，对，你要一直这样踩墙壁跳过去。帅帅帅墙。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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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餐厅呢，它就是在他们创业的那些鸟市里面下集，就是陈意涵这边相亲。Hold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我以为这是个 formal day 的，穿这样 respect 在哪里？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特别菜色，我们就先从这一套这一道开始。好，你先，我先。到底是什么问题？
哎，对啊，这会觉得很劲爆吗？还好，哎，他说相亲对象二选一。秋风则变拂秋泽。那种，所以风格也是双眼皮鼻子挺啊，他就是不想跟他玩嘛，但是太熟，不想要近亲。等一下，红心是在脸红吗？正常的伟俊，正常的伟俊啊，孔刘这么惊讶，这么很惊讶，可是孔刘是比较多哎，没有，但是他秃头，那他怎样？哦，对，你要有那个未来，你要未来呀，是吧？我要多学一个语言，但是孔刘其实也不错，因为我喜欢大叔型，对吗？你都没有思考过，你要好，没关系，我先学伟俊，好，伟俊，伟俊，好。好，那这组伟俊变缺氧的刘子豪。正常的韦静啊，为什么韦静？因为我没有听。对啊，你给韦静一个不正常，我搞不好就选别人。对啊，缺氧的韦静，缺氧的韦静也蛮可爱，很像三岁小孩。对，就是你就是喜欢吃。那如果我们抛开韦静好了，我们再二选。对，好。那为什么都选韦静？来一个公平一点的。好。那多金啤酒柱跟身高160的小鲜肉二选。身高160小鲜肉。我没有很在意身高哎，我前男友才168，他说多金哎，多金跟那个身高很爱多金哎，你怎么听到？他又听到多金就要选，前面在转呢，你年纪还小，以前不要小鲜肉，以前我也是选小鲜肉啊，现在开始选的要多，考虑到现实，因为我们自己也很会转，另外一半也要一起，也要一起转，哎，大家有跳关键之后，他说他很会转哦，对，有人不想你们两个也很会，我以为自己很会转，你就想说那。没关系，我养一个就是小白脸也没差。你们两个都很会赚，那不是很忙吗？一起努力，对不对？你可以有投资给他创业，然后他很帅。嗯，我才不要哎！我才不要，好现实。好，下一位来最犀利的，好，看一下创业对象二选一。哇，这个很现实哦。小赖跟竞选。可以啊！创业就是我们要一起开一个公司，一起开，而且发下巨资，你的存款，这种条件，所有的积蓄哦，哇，失败了就没了，这个好现实。名酒很有商业头脑哦，可是小赖跟我又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对，可是小赖很长，你要想一件事情，投注所有的心力。好难哦，创业哦，我会选小赖。等一下，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跟小赖很熟，然后他比较好沟通。至少名酒不好沟通，名酒不好意思啊。可是感觉跟名酒一起的话，我可以把事情丢给他。你觉得比较可靠？你觉得小赖比较没有那么可靠？因为名酒他真的很有商业。对啊，他那么聪明，他开了超多，对他卖很多，而且他现在很红，对，他又很赚啊。你说小赖没有那么红吗？没有，小赖。
钱全部再投进去。你觉得有点傻傻的，是一直这样。他是为了，可是他有哎，他买房，他有买房，他房子不会给你。不是啊，就是比如说他是有在储蓄，在想的，而且09也即将要买了，而且还没嘛，就是很小。好了，我们不要再逼小赖了。好，小赖 VS 楼俊硕。小赖，小赖，小赖，楼俊硕感觉，楼俊硕感觉很难合作。跟五星，这么尴尬，人在这哦，你来说，你来说服我一下，你现在目前饮料店的状况怎么样？还有营业额，跟大家说一下，对，目前几家分店？11、12、13家，几家？哇，难怪他会说他很会赚。没有，我不是老板娘，你不是老板娘，他是老板，我是帮我们宣传。那你是会很就是会很机车那种吗？就是跟你一起合伙？我觉得我会勇于表达我的想法，但是我不是很机车那种，我是可以沟通的。真的吗？好，詹子琪，詹子琪，看起来就很可怕，看起来哎，我们第一天上线，哪有这么样？对，詹子琪一边脑袋那边哎，那个男朋友呀，哎，我们第一天上线。其实我不会，我应该属于不管事。丢钱然后不要做事的那种人。哎，可是我看过他自己在他自己店里在那边自己做自己做饮料，他是会身体力行去服务大家的人。嗯，对。好啦，是有帮忙，还是选子晴吗？嗯，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不要有压力啦。今天是最后一顿饭了，谢谢普星，好难。好啦，换普星，最后换普星。相信他，相信他，对啊，会相信普星，我是很可靠他。创业那些鸟事里面，三位主角在这边做了一个玻璃屋，现在创业的这个公司，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边已经撤掉，变成一个日本艺术家的展览的地方。哎，这里整条呢都是一个商圈，它非常复古，有很多很可爱的小店，我觉得很好逛。对，没错。然后他们拍完戏呢，会在台虎精酿的楼上喝茶，大家也可以来，因为它这里真的非常漂亮，很舒服。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里，来一起逛街啦！街车。狗哎，为什么？轮流看挑战，好可爱啊！啊，超可爱，它是一个小婴儿。哎呦，这个好可爱，它好乖哦，我想跟它一起睡觉，真的很可爱哎，超可爱，而且它真的很乖哎，真的，它不会乱跑乱跳。哟，我们来一个大合照，全家都走。走到这个二楼来看看，哎，它这棵树很大。它是一棵百年的榕树，哦，所以他们拍完戏就是可以直接在这边，哇，这里超美的，可以在这边喝，真的，而且有那个花，有花可以在下面拍照，要拍照，对，要拍几张。那我们今天又来有一个新的挑战，我们要来做属于自己的香水，然后你要取一个自己的香水名，然后呢，等一下我们三个人的香水要分别找五个路人来闻，真的，然后给他们投票，票数最输的在我们下一关高级贵妇下午茶就要担任服务生来服务别人，怎么样？豆豆，你刚刚讲这一瓶的名字是什么？这有没有符合？这一瓶叫做男人扑过来。错。哇。